大家好，我是蒙城置业朱梅。上一次呢，我们推出了 Plex 入户一探户型，大家呢非常感兴趣。那我今天呢就再来带大家二探究竟。我们再看一套Triplex， 是一个一层的单位。这一套Triplex 呢，是我的一位投资的客户去年2019年的夏天买入的，价格是99万。三套公寓呢，我们接手以后一周以内就都出租出去了，月租金三个单位总共是4600加币，全年收益呢是15200。那么这个收益率呢，一算便知。不论您是否有银行的杠杆啊，有没有用贷款，它都是很可观的一个收益。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地区和这类户型一直以来是投资的大热地区。根据镜头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公寓呢有两个卧室，就是我们俗称的四个半。那么这种呢叫做大四半，因为它两个卧室都比较宽敞，并且呢都是明的卧室，带窗。起居室呢是在公寓的中间的部分，也是带窗户的，有光线进入。后部呢是厨房、小餐厅和浴室的部分。这个部分呢虽然不是很大，但它非常好用，每一个空间也都有窗户，光线非常好。这个楼里的租客呢以专业人士为主，或者是单身，或者是一对 couple， 他们平常工作比较忙，就近的步行距离呢就可以解决所有的购物啊、日常的交往啊、娱乐呀、bar街角的便利店都是在步行范围之内的，三分钟走到地铁站，向北两站呢就可以到小意大利了。那么有名的让拉弄市场啊等等，都是休闲啊、购物的好地方。今天时间有点紧张，带大家呢快快的在里面走了一圈。那通过这一次的入户，不知道您是否有进一步的了解？如果需要更详细的信息，欢迎您联系我。我们下一次再见。